人为什么会有歪念哈，不好的念头产生出来？因为是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？每一个父母生的基因不一样，不同不一样，有的很聪明，有的很愚蠢，有的跟着人家走，有的可以创新，但是一定要有正见，一定要有正见。你创新啊，这个我讲来，昨天讲来一个说，有人办了这个阴间学校，他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你办阴间学校，你要告诉我啊，我要在学校的旁边我要盖一栋101大楼，台北101大楼是个人的小套房，101大楼。那我盖那个套房在学校旁边干什么呢？因为学生读完书以后要回家，要回家就住进我的套房，租我的套房。他每一个学，这个阴间学校每一个学期收费，我是每个月收费。早告诉我，我就早发了，对不对？我盖101的套房，所有的学生报名的学生都来我这里，说要租一个套房，给这个祖父祖母啊、父亲母亲啊，还有后代啊、水子灵啊，他们都要住套房的。啊，我就每个月收费，然后我会把名字寄过来，我会画个钥匙给你，你可以进到那个套房里面去住。你们有钥匙可以开锁啊，那地方是你的房间呐，第几号我编12345678910，一直编到几百万几百万号的号码，每一间的钥匙不一样。你拿回去烧了，那你的下一代，你就有这个去阴间学校读书，可以住师尊的套房。早一点告诉我嘛，到现在才告诉我啊，真的。但是这不是正见，我告诉你。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叫阴间学校。这个创新是不对的，这种创新的方法是不对的。然后我借着这样子，不但盖阴间学校，还盖天上的雷藏寺呢。我天上雷藏寺我还没有想出来。想出什么办法，我可以多捞一点。